各位姐姐，我就是让你们再等等，再等等，它肯定还能便宜啊！买贵了吧？后悔了吧？之前呢，19.9买五包的，各位姐姐啊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。现在呢，厂家自己卷自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个位数啊！现在呢是9.9的价格，整整给咱发五包啊！另外老弟啊，这边还能挂一张1块钱的券，咱各位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取下单啊，直接是8.9给咱发整整五包玉米面条。咱家这款玉米面条呢是东北绥化生产，东北绥化发货啊，厂家直邮的一款面条，味道呢是嘎嘎纯正啊，就连价格也是特别划算。它每包呢都是这种真空独立的小包装啊，咱吃一包拆一包特别方便。并且呢咱家这款玉米面条呢配料表特别干净啊，只有2项玉米粉还有水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像咱平常做个小炒面了，做个辣子面了，做个小麻辣烫了，甚至做一个火锅的一个主食啊，怎么搭配呢都是特别好吃。它的口感呢就是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，这高那高的，咱都可以吃点玉米面条啊，因为玉米面条呢配料表特别干净啊，不含烂码青糟的成分。现在呢厂家都已经给咱卷到了个位数啊，发五包。另外老弟啊还挂了一张1块钱的券，咱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啊，直接是8.9给咱发整整五包玉米面条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挂没挂成功，如果是8.9给咱发五包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